这次先上一次醋，它嚼不动。要哪点甩到红豆嘞？上一次甩到红豆豆了，这一次抽掉一些。它不红了，它不红嘞。给你不叫翻到底儿啊？翻到底儿，我得往底下铲铲，铲不动。看这个，它不动嘞。翻不到底儿，要不？下人亲交，要下人亲交，我懂啊。你下这个，你给爷爷给下人亲交啥的，你是毛亲交啊？是啊。辣椒。有啊，有一块你干瓜子，你有干亲交的。有的人吃不了，怕有的人吃不了辣的。这几天一直阴天，终于凑个好天了。俺说叫俺俩给瓜豆翻翻，给这个玻璃缸腾着了，给刷干净搁屋。哎呀，昨天热死了，真是个好天啊！大中午从忙那会儿给洗澡了，现在真是湿了，应该说热死了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希望我们视频继续关注，这样想到呢。